当金毛在构思怎么私家时，貂鼠就已经开始炫娃了。主人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！不吃你，就给你看个东西。走走走走走，这边这边。对，你摸摸。别走别走，还有好多，你换一只摸摸。是不是超可爱，萌死了。以后他们都归你管了，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啊？别走啊，我开玩笑的。过来过来，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。他们不用你管，你管好我就行了。他去上厕所啦。这是我给帅蛋买的爱心三明治，噔噔，芥末辣芥末，来吧，加点爱心。哇塞，哎呀妈呀，爽不爽？男朋友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啊。